One step closer, a little further. I know I'm so eager, can't wait no longer. When I walk to you, girl, it seems you start to shiver. I don't know what to do no more. One word from you and everything's good. That's all I ask you, no need to be true. You are, I will pursue. If only I could show you all you need to care about is you. So you step by step, how'd you hand me hand? Don't you worry, gonna end, gonna plan. Take it step by step, raise your hand me hand. Gonna see you raise your leg.接下来我们就帮他找到了立夏时光，然后你就都知道了。原来是这样。还好你回来了，还好我等到你回来了。说法，你现在才22岁，嗯，那我今年已经40。也没关系，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回来了。没事，我罩着你。从前呢，都是你像姐姐一样照顾我的，嗯，现在。我来照顾你。哦，我不嫌弃你笑。哦，今天你晕倒了，身体应该很不舒服吧？所以今天晚上就来我家住吧，我照顾你。哦，来我家住，你看他干嘛呀？哦，是这样的，我这手环不是丢了吗？不能离他太远，离得再远都会回到他身边的。哎，那你介不介意到我家睡个沙发？我不介意啊。Green，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吗？我也要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样？还是挺酷的吧，圆圆姐，你怎么住在仓库啊？因为这租金便宜啊，我攒下来其余的钱还要去维持立夏店呢。走，进来看看。要不你搬去跟我一起住吧，我不收你租金。谁要跟你一块住？我们家就是有一点小。圆圆姐，你家布置的蛮有情调的。哎，生活已经这么不容易了，那当然要对自己好一点啦。岁数看着不太正经啊。才不正经。金小瑞，你倒是自己一点都不客气啊！哎，初夏，这里面就是卧室，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就可以睡在一起。哼，你归我。
徐晓东，对，你就睡在沙发上可以吧？可以。这个距离 OK？ 嗯，没问题。哎，那我呢？猫，你看这地上有这么大地方，你自己随便选吧。怎么样？我的房间。你这房间挺有情调的，是吧？嗯，你都不知道，刚来的时候这儿什么都没有，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一点一点布置的。哎，看，那里还有一个小阳台，来的时候全部都是荒着的。我想，既然都已经住了，那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嘛，稍微布置一下，所以现在看上去还觉得不错哦。咱们以后挣了大钱，我们住更大的房子，让生活更有情调。嗯，我们一起努力。你怎么还不准备睡觉啊？嗯，是不是被今天的事情吓到了？我倒还好，就怕客人吓到了。哎呀，你不用担心他们，现在的这些人啊，就喜欢吃瓜，瓜越大越好。不过，多亏了徐晓东及时出现，你都不知道，他把你抱起来的时候特别紧张。嗯，多亏他哦，多亏他了。哎，凭我这惊人的第六感，我的直觉，徐晓东一定喜欢你。你呢？我什么？装傻。我问你喜不喜欢他？我先想想我怎么活在这儿吧。哎，你这样很扫兴啊。那我觉得徐晓东一定是第一人选，我第一个给他投票，双手双脚给他投票。行了，睡觉吧你，真能行。哎，小东就在门外哦。你睡你的，不要再说话了。不是，是因为你们两个食不言寝不语，你知道吗？哎，好，我睡觉。那你也早点睡啊。嗯，睡了。呼吸着圆圆姐家的空气，我感觉好幸福啊。哎，小东，你说我说的每句情话圆圆姐都能接上，我们是不是特别配啊？虽然她比我大不少，但是我觉得她好像一点都不介意，你觉得呢？哎，好兄弟跟你说话你有点反应好不好啊？人家女孩子指不定也在房间里开卧聊会呢，我们提前沟通沟通也好有个照应。啊，你说我要不要直接一点，再更加主动一点？那恐怕你连沙发都睡不了。哎呀，先不说我了，说说你啊。我今天可都看见了，你跟他一起回来的。你们俩之间那个感觉，要说对彼此没有意思，我可一点都不相信啊。一个大男人该告白就告白，现在还不是能告白的时候。初夏身体刚出现这么严重的状况，我现在去告白，我网上不是说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还是先陪着他吧。你说的对，我以后呀也要多陪陪圆圆姐。行了，陪你的圆圆姐去吧，睡吧。啊，行，知道了。你也睡不着吗？要不要一起喝点？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月亮挺圆的？嗯，还记得你出现的那一天，天上的月亮
也是圆圆的满月。你倒是应该吓死我吧。不过我说，我今天想起些什么呢？你想起些什么了？我晕倒之后，脑海里就出现一些画面。我就看见我一直在跑，然后后面呢就一直有人在追，我就一直跑，就跑到悬崖边上掉下去，他就拉住我了，但是他又松手，然后我就掉下去了，他还在一旁看着。我不太确定这到底是记忆还是幻觉什么的，反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不简单。你说我该不会是因为掉下悬崖才到这儿的吧？那也太巧合了吧，直接就砸到我身上。我到现在都记得你那天打我那巴掌有多疼。怎么办呀，睡不着？这漫漫长夜咋整啊？我有一个办法，你有没有试一试？什么办法？井号 include 引号 hello include 尖括号 studio include hell ant man 括号。虽然不知道你的记忆代表什么，但是我会陪着你的，这就是我喜欢你的方式。那有月来替我作证。初夏，你这两天呢就好好在这儿休息，店里面你不用管，有王师傅顶着呢，你休息好了来。我今天回徐晓东家了。你今天就要回去了啊？嗯，因为我来这儿到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他家，住久了感觉也挺安心的，反正他那儿现在已经有我住的空间了嘛。那行吧，反正徐晓东这个人做事情还算是让人放心的。那你记得有什么事儿一定要告诉我啊。那你这两天就在他家好好休息吧，等什么时候休息好了再来。魏总，我们之所以这么晚了还坐在这里开会，就是因为这个家人常在 APP 问题不断。对，为了资本考虑，我建议直接砍掉。这个家人常在 APP disable 它还是非常的重要，现在暂时的困难我们可以克服的。最后期限已经在那儿了，如果家人常在 APP 上线失败，我们这些投资人再也不敢投资魏总了。
实在不行，你就收拾一下回家吧。这么多年，你的事业并无起色，你就收拾一下回家吧。魏总，那个事儿还在考虑呢。我告诉你，你错过了这个机会，你一定会后悔的。难道十年前咱们没做过吗？云禾，你真的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毁的是你自己。我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不是这样的，你有才华有能力，你完全可以堂堂正正的获得属于你自己的成就。你不懂，我只有这么一次机会，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太阳少女，现在你不在了，没有人拦住我。你先回去吧，我现在没有心情招待客人。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所以我才来的，而且我不打算走了。今天就算你留下来，我也不会对你有什么任何的感激。很多人靠近我呢，想从我身上得到一些东西。有些人想得到事业成功，有些人想得到人品高尚。那你呢？你在我身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你想得到什么？我什么都想要。我想要得到光鲜的生活。小东，小东，我给你发了好东西，你快点看看手机。就这些东西啊？这土味情话我图灵一搜能搜出一大堆来。嘿，那能一样吗？这是小瑞情话的精选版，你们昨天晚上我都看见了。你跟雷叔下在这又是讲故事又是念代码，他就是不表白，可急死我了都。所以作为好兄弟，我觉得我必须帮你一把。我不需要，你要是真想帮我的话，你帮我约一下上次那位心理医生。天宇医生？嗯。你要干嘛呀？我想带初夏去做一下咨询。哦，垃圾扔了，你自己丢。
3、2、1。怎么样，天宇医生？雷出血还能画面，不是幻觉。哎呀，那他记住的画面都是真的吗？催眠后所显示的画面和初夏描述的基本上一致的，所以这表示他根本就不是幻觉。你看啊，奔跑、掉落、有人追，这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提示。很奇怪，他对于这段记忆特别抗拒，特别紧张，以至于他只能看到一些零星的画面。当然，这更加能表明啊，这个有很大的概率是一个真实的记忆。那按您这么说，初夏记忆中那个松手让他掉下悬崖的那个男人也是真实存在的？很有可能，当然也不排除是他极度恐惧之后的画像。这里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回忆才能进行一个相对准确的结论。明白，谢谢田医生。起风了，别想那么多了。有可能害你那个人已经死了，也有可能像田宇医生所说的，他只是你恐惧的具象化，现实中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如果说十年前真的有人推我坠崖的话，那当时一定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总之，我一定得调查清楚。好，好几天了，要不我陪你回房间吧，在床上睡得舒服点，在这儿你睡不踏实。哦，没事儿，反正现在也不敢睡，你去忙你的吧，我就在这儿靠会就行。分得太远，你控制一下距离啊。哎，既然你都醒了，那就一块儿呗。我好像得睡了。别睡了，你话都说了这么多还不醒，起来起。我跟你说，
我刚刚真的亲眼看见那个唐月饼，它就剩一个了。你说不去多可惜啊！最后一个了。那我陪你去吧。控制你们距离的最佳解决方案：拴狗绳。这就是你说的最后一个。谢谢阿姨啊。拿着冰。这糖月饼真那么好吃吗？你就不懂了吧？有些时候想吃什么东西，你就非得吃到，不吃到就不开心。阿嬷，我小东，回家回家回家。干嘛蛋呢？小东，阿姨早。哎，这怎么还拴着绳子呢？光看见遛狗遛小孩的，还没看见遛男朋友的，这什么新鲜事儿都有啊！就是啊，这女人呐，占有欲不能太强，觉得真相绑不能用真绳子呀。是啊，跟你讲，女人要想拴住一个男人，要拴住他的心才行。哎，阿姨，我们现在年轻人就喜欢这样。拜拜。哟，现在这孩子怎么都这样？什么新鲜事儿都有，就是啊。出嫁的梦境是他渴望恢复记忆的投射，正因为他迫切想知道过去，所以他会不断的做梦。至于梦中的画面代表了什么，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信息去解读。其实可以试着让他去接触一些更熟悉的人、地点、事物，这样也许对他的帮助更大。既然田雨医生这么说，那我们就再去我家看看。说啊，应该是吧。怎么回事？没了，是没了还是坏了？还是没有呀？可能是机器坏了。我们找个地方去修一下吧。肯定得修一下。你这机子都不能说老款，简直就是古董，坏了基本就废了。那我们这里面的录像挺珍贵的，你能不能帮帮忙，再看看？播放到一半就停了，有一种可能，电池卡槽坏了，一开始能上电，多一会儿就不行。那也就是说，我如果找到一个新卡槽换上的话，它就能好，对吧？不过这种卡槽已经停产很久了，很不好找，我可以帮你们试试。谢谢谢谢。那咱们再去找找呗。好啊。各位玩家请注意 ，Winter 发布最新公告：寻找 Will 家 DV 机零件或者说明书，型号 B612， 请邮寄至立夏时光店。复言游戏 ID 可获得从天而降成就。偶遇大温，大温出现在城区公告栏。这么古董的东西谁会有啊？怀疑大温就是背后老板。我家有，我马上去翻。听说立夏店有俩老板，大温的女朋友到底是哪一个啊？下次光临。好，地下时光，你们的快递来了。什么呀？我记得我没买什么东西啊。上面就写着你们店的老板送。谢谢啊。哎，那边还有呢。还有啊。这一车都是。这么多啊？嗯。金小瑞，快出来帮忙！哎，
麻烦你帮我放到那边第二张桌子上。哎，好，没问题。这么多快递啊！别愣着，快搬啊！哦，不知道是谁送的。怎么这些人后面都有个括号？胜者之战玩家，东哥搞什么鬼啊？谁搞什么鬼啊？你知道谁搞的鬼？没有啊，搬快递呢。奇奇怪怪。是不是这个呀？胜者之战玩家给我们寄来很多零件跟说明书。不是说你要找那个 DV 机的零件吗？然后 Waiter 大神就在游戏里面帮你，再然后我们立夏店就被这些粉丝的援助快递给淹没了。这究竟是什么神仙故事？可是我们没有跟 Winter 说过我要修复 DV 机啊，是金小瑞告诉大神呢。毕竟这个金小瑞也算得上是大神的网友，而且他还帮大神支援过我们立夏店呢。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也没有告诉金小瑞。哎，东哥，嗯，感觉我背后火辣辣的。哎，每一次你需要帮助，大神就会及时出现，这说明他在我们身边。可是我们身边就他那两个人啊。大神是他们？怎么可能啊！别看了，赶紧找。啊！大神很了解我，除了你之外，小东最了解我。大神是他，听说这个大神应该是那一种成熟稳重型的，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那他们两个？是的，你找到了。找到了，你找到了。呀！呀！找到了。我的妈呀，你从小就那么憨憨的吗？妈妈开不开心啊？我们家初夏最喜欢吃烤肠了。哎，不过你这么小的时候还真的很可爱啊。哎，这视频后面没有了吗？啊，这定位里的视频就这些了。初夏，你想起什么了吗？嗯。我现在只感觉我小时候还真挺可爱的。哎，要不是 Winter 的话，我看不到这些。那他怎么知道的？哦，我忘记告诉你了。店小王的老板给我发消息说，他也是胜者之战的玩家，在里面碰见了 Winter。Winter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就顺便的打听了一下。哇哦！你在给大神游戏留言吗？对啊。哎，初夏。哎，你有没有觉得，就你和大神联系这路数吧，就感觉他是不是想要和你网恋啊？啊！又啊！他都没见过我，不见面的那才叫网恋，见面的叫奔现。哎，你想啊，一个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不断的给予你帮助，而且对你有求必应，不惜假公济私，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喜欢你。不可能，你别瞎猜了。好好好，我不瞎猜。那大神是怎么想的咱们先不管，我就问你，你喜不喜欢大神？人家可能只是顺手帮个忙，就像游戏里面日常做任务一样。 Winter 是个游戏天才，况且你喜欢的游戏就是他设计的呀，这么有才华的人，你不喜欢他吗？哎，小瑞，是不是听说这个游戏宅男都是一个月不洗澡，头发都油光瓦亮的那种？我呸！
Winter 是个帅哥，而且一定是个大帅哥。神秘兮兮，很有可能只是一个没有感情、只会上网的猪。哎，谁允许你这么说我朋友了？那我呢？也是我朋友啊。那我问你个问题啊，我和 Winter 同时掉水里，你会先救谁？不会游泳，谁也不救。手机用一下。干嘛？谢谢文涛大神，我已经找到定位的零件。如果未来有机会，想当面感谢你。好像除了感谢，初夏也没有喜欢 Winter 的意思哈。至于见面，他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看什么呢？站住！看什么呢？季向瑞同学，一段好的情侣关系呢，可以看互相的手机，也可以不看互相的手机。但是你圆圆姐认为啊，我会选择前者。你呢？你怎么选？嗨，我有什么不能给你看的？你看吧，什么都没有。乖。啊，要不你待会再看吧。现在先别看。你把该删的都删了，你当我傻呀？圆圆姐。你买多少？我忘了。真的。Winter 大神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情， Winter 的资料我不能透露，但是我想应该比徐晓东长得好看吧。这个金角瑞 ，Winter。该不会就是他吧？你是 Winter？ 我不是。你喜欢初夏？我不喜欢。你喜欢初夏？你走开！你竟然为初夏做了这么多事儿！做了这么多事儿啊！你相信我真的不喜欢初夏？那 Winter 怎么解释？怎么解释？金小瑞，你个骗子！金小瑞，你就是个骗子！我也不信他！你这是。骗子，你就是一个。你看吧，让你忍一会都发现了。现在还不能让初夏知道我的身份，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那我的圆圆姐怎么办？她不理我了，我马上坦白。你要是兄弟的话，就帮我顶一下呀。是兄弟，你就告诉他你是温的。朗哥，你帮帮我，圆圆姐不理我了，我怎么办呀？啊，行吧。哎，不行，不行！金小瑞，不行，太危险了，你慢点。所以你才是真正的 Winter。没错 ，Winter 是我的真实身份，不过有些特殊原因，我必须用程序员的身份来掩盖这个身份。不过你放心。我不会伤害初夏的。那你为什么能告诉我？如果我再不说的话，我就要失去金小瑞这个弟弟了。他不希望你误会，圆圆，我希望你暂时还是不要告诉初夏。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亲自跟他讲的。我可以先不告诉他，但什么才是时机成熟？等到我在初夏心里的地位真正超过温特的时候吧。真搞不懂你这些男人每天都在想些什么。行了，我也交代清楚了，还希望你帮我保守秘密啊。嗯。感谢。自求多福吧。
所以云云姐，你不要不理我了。松手。我不。松不松？坐过去。所以刚刚按照徐晓东的说法，那辆车不是你的。他也不开，我就是日常开着玩一下。那表呢？表是小东送我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金融民工。那你为什么整天都要装出一副自己很有钱的样子啊？那我说实话，你不准打我。说。我第一次见你就对你一见钟情，可是你看起来比我成熟太多了，我担心你嫌弃我年纪小，所以我想，只要我有钱的话，你应该不会拒绝我吧？是吗？对啊，我还老听人家说，成熟女孩子都见过世面，都特别现实，所以我想，没有经济实力的爱情一定走不到最后。我每天演戏就是为了维护我们之间的爱情。原来我在你金小瑞心里面一直都是这样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是吗？告诉你，姐姐我不需要。现在什么年代了？你当旧社会啊？女人一定要依附于男人吗？金小瑞，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分手。哎，等一下，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你怎么没通知我呀？不重要，现在分了。哦，为什么脱单和被甩，我都是单方面说的通知？你等我一下。你跟那金小瑞怎么回事啊？那个金小瑞。哎，他觉得我是那一种喜欢钱、爱慕虚荣的女人，我是吗？嗯，啊，不是。还有就他在我面前装自己是高富帅，他配吗？他那样哪里高，哪里富，哪里帅了？嗯，小东，我跟你说，不帮我挽回人家，我这一辈子赖着你。镜头调成最亮的光圈，拍下你不经意转过的脸，在日后月光下轻轻想念。我的唇语你能否听得见？命运如不停转的黄昏线，相遇分别仅在一念之间，宇宙之大一转身一眨眼，我们要到哪儿再见？怎么过夏天？谁陪我去看海岸线？怎么等冬天？不安的心怎样冬眠？那个秋天，等月下时等待的节点，你在心间，又像星河遥远，看不见，越看不见，越是魂萦梦牵。闭上眼，等雨，等风，等雪，何时等到远远？将错过的你再遇见。在哪里我看得见？我会从夏天那围巾去陪你看雪，你会从冬天撑着伞去过我发间。下个秋天满月下便是等候的
期限，你在心间，又相信和遥远再遇见。越看不见，越是回应梦见。闭着眼，等风等雨的雪，终会。